7月8日凌晨，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发布首款预告，片中刘亦菲饰演花木兰，李连杰饰演皇帝，甄子丹饰演木兰导师 Tom， 巩俐饰演反派女巫，还有郑佩佩也在其中特别出演。花木兰由基尼卡罗执导，故事改编自中国民间传说，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，屡获战功的故事。这也是真人电影首个华人迪士尼公主。据悉，影片将于明年3月在全球献映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